完你们表演，心脏被暴击了，蜕变成男人的感觉。今天这段表演非常成功。我很想在小巨蛋看演出，怎么把舞台镇住？黑暗中的光芒，释放蓄势待发的无限可能。谁将成为最耀眼的一颗恒星 ？TVBS 42频道，8月24日起，每周六晚间8点，一起踏上全新的冒险。